This is 86-year-old Uncle Teo. He runs Bee Kim Heng, a bakwa stall at People's Park Food Center. And he's been making bakwa for over 70 years. So when did you open Bee Kim Heng? Have the prices of bakwa increased? 增加一点点，以前一公斤卖50二，现在一公斤卖58，这个有分别，50年代的时候一斤猪肉干1斤瘦肉干6块，现在1斤猪肉干30块，什么东西都很贵，不一样的，时代什么完全变了，好像以前我们可能打工的一个月才15块，现在你前工人好像一天200、300，不一样，时代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Is it because more people are eating bakwa now as compared to the 1950s? 现在的猪肉干跟50年代的猪肉干不一样， 50年代的猪肉干很少人买， 一个月最多买100多公斤， 现在时代不一样， 一天买几百公斤没有问题， 以前的人不是送猪肉干， 送一只烧鸭， 一瓶的饼干。 So bakwa has become more of a tradition over the years? 豆干来讲是传统的，以前不是传统的，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头脑不一样，现在朋友亲戚你送我，我送你，你送我，好像一个小意思，一点一点感情，是这样，你送我，我送你，你送我的，才生一组。 哇， Uncle， then you must be very busy doing Chinese New Year. 这个豆干来讲，平常没有什么生意，过年很多人吃，没有钱的人他也要吃猪肉干，是这样的。Why haven't you retired? 为什么？我不是钱的问题，我是打发时间的，不可以在家里，在家里很闷的人都在找人吃来的。这边有赚钱没有赚钱没有关系，朋友顾客在跟他聊天、唱歌、喝茶，你在家里不是很闷和散脑筋哦。 I am ready. Oh, thank you. 杨哥，好了。等下我呢，还等猪肉干送给你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没有，我们要去拍。